中国轮车自驾车会，各位车友大家好，我是河北老杜，欢迎大家来到老杜的频道。然后咱们有一个车友会啊，咱们这个车友会已经有200多个群了，咱们这个车友会已经大概小10万人了。咱们这个车友会呢，已经覆盖了全国的34个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以及全国的部分地市。最近啊，群里边有那么几条信息传播的比较快。这个信息是什么？老杜前两天刚从版纳，然后现在是来到了重庆。离开版纳之后呢，然后版纳的基本上的景洪的所有的地方就对房车可能有点不太友好了。然后某些大 V 然后在网上拍的视频发布的视频就说呀，然后这个地方不让停车了，然后那个地方禁止房车驶入。然后这个地方呢，然后房车不让待到6小时，然后那个地方然后必须要全部进房车营地。本来这件事情我是不想讲的，怎么说啊，这个不管是哪个行业，不管是哪个领域，都有一些不太好的人，但这些人绝对是占少数。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很 OK 的，但是就云南最近发布的几个房车相关的这个办法，以及不少大 V、不少自媒体在网络上发布的评论，老杜有点不同的意见。今天这个视频重点跟大家聊一聊。老杜对这件事有不同的观点，咱们先不谈这个具体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老杜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老杜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咱们中国的直辖市之一重庆，然后这是重庆的璧山区，这个地方叫做汽车露营公园。汽车露营公园，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汽车露营公园。这个地方来这儿已经2天了，然后在这儿里边也好好的逛了逛，也在周边的好好逛了逛。然后这个公园啊，然后这个虽然没有跟当地的管理者沟通联系，但是这个地方我能感觉到它是政府投资建设的一个休闲旅游公园，就相当于咱们丛台的邯郸的这个丛台公园了、赵院公园了，或者是相当于你们当地所在市的这个城市公园，就是让大家过来休闲旅行的，这个周末过来度假的。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公园的环境。这是公园的大门啊，这样的大门有2个，然后收费的，24小时是15块，我认为不算贵。垃圾桶到处都有啊，然后当地的管理者然后也到处都有，这个负责绿化的，负责卫生的，然后停车位有很多，然后这边其实是停这个大型车辆的啊，那边有中巴车，这是老杜的房车，然后这边也有这个拖挂房车。这是新疆的一位车友，然后一个越野拖挂。从那边往那边走啊，然后那边有好多停车位，一两百个是有的，停个一百多辆车是很轻松的。然后再给大家看啊，大家可以通过我的镜头看啊，然后这分的有1、2、3层吧，然后那边其实也能停车，然后最下边这层是紧邻这个河边，叫什么河我不知道啊，然后这边是有很多这个停靠式的拖挂房车，就相当于是一个拖挂式的酒店，然后可以来这边住宿啊，然后每一个拖挂旁边都会有一个这个休息的亭子，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营地位，标准的营位，然后这边可以停房车，这边可以休闲，然后有棚子，有水管，有电可以用，这面积还不算小，面积还不算小，然后从那头一直到这边，然后这边还有一排玻璃房子，然后可以吃饭，可以休息。今天因为是下雨了啊，这个拖挂车友然后又把这个侧边帐打开，然后很多车友碰到这种情况，或者说当地的管理者，或者是比如说云南，比如说在某些地方可能就会说了，或者网上就会说了，然后你又什么多占这个公共停车位了，然后你又怎么地怎么地了，多占这个公共资源了，怎么地了，下雨了或者是大太阳了，他是不是会有这种需求，尤其是床车，车里空间不大，下雨了，
他要不要搭个棚子，这是不是实际情况。关于这个观点咱稍后再聊，然后接着跟大家看这个重庆的碧湖的秀湖的这个露营公园，这边全是可以露营的这个露营位置啊，然后但是是需要付费的。如果说你需要的话，然后你可以扫码然后付费，你可以体验，你可以使用，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很适合。周六周末然后一家人过来，然后天气不错了，然后在这儿露个营野个餐，挺好的呀。这个露营公园啊，像这样的这个可以搭帐篷可以搭天幕可以扎帐篷的地方啊有很多，我大概的数了数100多个应该是有的。这个公园啊为了吸引人过来，然后还配套了搞了很多这个儿童的这个无动力的这个娱乐休闲的装备，体验一下攀岩，然后体验一下滑梯，然后体验一下各种这个户外小装备，挺好。除此之外啊，然后场地方这边还专门配备了很多这个桌椅，然后供大家免费使用，记住是免费使用。这边有水管，然后大概一溜有5-6个，加起来10来个。那这边是有一个沙坑啊，然后前两天刚到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在这边玩，这个一片干净的沙滩旁边就有水管，洗完玩完之后可以洗洗手然后冲冲脚，很方便。公园的这一侧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隐蔽墙，墙上这个绘画了雕刻了也特别的漂亮，特别适合过来打卡拍照，很出片的啊。壁画呢通过这种 3D 立体浮雕的效果，然后真实的这个描述了然后在那个年代的那个时候的街景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如果说你也是搞上一身这个那个时候的服装的话，我相信在这儿就犹如在现场是一样的。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街景，这是另外一个街景，生动还原了当时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那个状态。这边啊，然后昨天晚上有人在这边扎帐篷，然后昨天因为下雨下的还不小，不知道这位喜欢露营的朋友在这边感觉怎么样。可以露营，然后那边有水管，然后这个每个营地的位置上小平台上，就如果说喜欢搭帐篷的话，这边都是可以有电可以用的。然后这边呢还有帐篷，没有帐篷也没有关系，然后这边有租的，你喜欢的话可以付费使用。道路的左侧是可以扎帐篷的营位，然后这边呢就是停车位。可以看到啊，这边有停靠的拖挂房车，然后前边还有轻卡房车，看到了没？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边也是有帐篷可以租用的。如果说你有帐篷的话，你可以只租平台；如果说你没有帐篷，也想体验这种露营的生活的话，然后这边有帐篷可以租用，然后水电装都是有的。然后这边呢？然后后边是有一辆轻卡房车，我估摸着在这边停的时间不短了。然后这边呢，为了方便大家使用，然后也有配套的这个桌椅，你把车可以停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可以到后边晚上去扎帐篷，然后租帐篷都 OK。然后你吃饭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带桌椅的话，然后这边有免费的桌椅可以使用。这边呢就是这个长廊，你早起了晚上过来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啊，尤其是在这种大自然的一个环境里，首先我觉得是你是非常惬意的。人为什么喜欢旅行呢？对不对？换个地方换个心情，心情好了身体自然就好。这个旅行呢我觉得主要是看你个人喜不喜欢，跟钱没有太大的关系，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只要你喜欢就好。喜欢你可以去骑行，你可以去摩旅，你也可以搞创车，你也可以搞房车。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消费习惯不同，每个人的方式也注定是不同的。其实正儿八经的老户外一开始肯定是骑行，想都不用想。我特别佩服那些喜欢骑行的车友，骑行完了之后是摩旅，有没有？
摩旅完了之后，搞个床车去一些比较野的地方，比方说这个阿里的无人区，然后比方说这个新疆的这个旷野的这个美，咱可以去体验一下。当你把国内的一些不好走的路线，然后你都去体验完了之后，是不是可以就考虑那种慢节奏的自驾旅居的生活？那么这个时候搞房车就比较合适，这对不对？重庆璧山区的秀湖汽车路运公园带大家参观的就差不多了，然后那下边啊咱们就不去看了，因为那下边是那种可停靠的拖挂房车。在这儿我想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群里啊最近传的比较疯狂的几个视频，一个就是某大 V 说普洱不能停车了，然后这个版纳紧接着也要开始清理房车了，对房车不够友好了。本来没想发这类的视频，因为都是喜欢玩的人，咱们要想法给这个自驾游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咱们多宣传好的，那些不好的咱们首先要自律，然后在自律的同时要去影响到别人，这些不好的事儿就不建议在网络上大肆的去宣传了，对不对？今天呢然后又碰到一事儿，然后群里边有一个群转发的视频，这个视频是谁发的啊咱就不多讲了，然后重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房车然后是有钱人玩的，然后没钱的人就不要出来乱搞了，然后尤其是搞床车的。看完之后有点气愤，然后咱就聊一聊。咱们先说说版纳这个春节假期的一个游客的大概的情况吧。然后因为当时我是赶着假期尾部到的版纳，据官方宣传啊，然后整个春节假期大概有不到300万的人次进入到版纳，直接创造的这个消费这个数字咱们就不用多讲了，肯定是很高。我进到版纳的时候其实已经接近这个假期的尾声了，进入版纳之后其实能看到啊，就是但凡能停车的地方然后都有房车和床车的身影。最近呢其实网上发布的一些视频，包括当地政府出的一些对于自驾旅行的一些管理办法，我觉得我是不能认同的，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高速服务区都现在都不收超时费了，高速服务区高速行驶提倡你开几个小时你一定要休息几个小时，客车晚上都是不让开车的，那你怎么能说不让房车在那边停靠超过6小时呢？景洪市不让房车停车多占用公共资源，房车不是车吗？你该收费的时候房车也可以交费啊。我觉得这件事不能一律去阻止，大家当地政府可以去引导，比如说像这类的公园搞一个一天15块20块哪怕30块有水可以使用，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进来消费啊。尤其是云南是一个旅游大省，然后自驾游又是旅行的一个趋势，然后这样果断的去把这个搞一刀切不合适。老杜在这儿建议多引导多配套，然后咱们广大车友也要多配合多支持，然后从自律做起，然后尽量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最后咱们聊两句，其实当某一个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矛盾是必然的，当然这个矛盾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想法由当地政府了或者是相关部门了，咱们一块去引导大家，自驾游是趋势，多搞一些这样的公园，多搞一些这样的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好吗？多搞一些这样的相关的配套设施，然后吸引外地的游客到这边玩，我觉得是可以的，能免费最好，收点费用也是可以的，给有需要的车友用水用电停车，该收点费适当的收点费用，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一味的去阻止去禁止，然后搞一刀切，然后搞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这样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